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论值，就是那一些物理的算出来的，然后实际值的话呢，它跑出一堆数据呢，你可以再来应用。那我这里手动输入，然后用给你看看好了。譬如说，我每一秒钟，我从零秒、一秒、两秒、三四五，糟糕，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七八九十，好，随便，十错了。然后距离的话，二分，哎，t 如果 v 为零，二分之一 gt 平方，我的 g 把它当做十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里直接创造出来一个叫做直线的垂直的重力的那个叫什么自由落体的运动，所以我应该再跑出一个。因为它是斜坡，可是我现在只要跟你讲那个软体有另外一个功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掉下来，零秒的话，哎，它走了多远？如果我有一个仪器在这里，然后看它走了多远，所以如果 t 等于零，t 等于一，t 等于二，以此类推，那我现在叫做 x 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嘛，阿达先生，我知道你很厉害，看看我没有写错。然后呢，我的 t 的话呢，直接不，我的 g 我把它用十代入好了。那我的 t 现在零秒，所以什么都不用讲，就是没东西。那我如果 t 等于一的话呢，我就是 x 二分之一乘以十乘以一的平方。阿达，我没有写错。小老师，亲爱的小老师，我没有写错，因为我对哈那样子以此类推，你有办法很快吗？让我可以讲出它有数字，然后在刚才的这个软体身上，因为我现在就打算呢跟他讲这一个式子，然后呢我可以利用这里的内建的，话没错，我直接用好了。那我怎么办？算了算了，我直接随便打好了。那随便打这样又那么多了，哎，就不会固定了，不行了，不行，我不能随便打。阿达，你是算很快，因为我现在边打字我没办法边那个。你觉得我 t 等于二，我的距离变成多远了？五乘以二的平方，哎，五号先生，你知道我在算什么吗？有，我知道。来，他不理我，就变成你得理我了哦。我二分之一 at 平，二分之一 gt，我前面都是十，对不对？十的一半，所以是五嘛，哈。变成五乘以二的平方乘以四，所以我接下来是写二十。老师，你现在要算的那个是第一秒跟第二秒之间的位移量，还是要算从第零秒开始算到现在的位移量？第零秒到现在，所以我现在直接，我就等一下跟你讲，我现在的 x 就是时间，我现在的 y 呢就是它的垂直的那个位移，总 total 的位移。然后等一下我跟你讲了，直接利用它里面的公式，它有某一个就可以做一次微分、两次微分了。所以我要有实际的数字，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知道。对啊，如果 t 等于三，三三得九，九五老四师，你十那一五。个是写 t 等于四，对不对？啊？什么就什是么？你旁边那一个描述的地方是不是写四？我秒数的第啊，糟糕，我用错了，三四五。好了，先这样，来，接下来嘞，四十五，我没有算错。诶，这里为什么写 t 二 x 等于二十？那个他算出来的题，我还是写它那个代表 t 等于二 x 等于二十。他那个代表那个现在我如果是哦，算出来，对，我就要这一排啦，这样我能够 key 啦，因为我现在四十五八十一二五一八零二四哦，good boy，你真好。来，那我刚刚的意思是说，我这里直接这一个 x，我把它改一下好了，就是时间。
然后呢，我这里的 y 呢就距离只是垂直方向的距离，所以我直接把它改成 d 好了 distance。然后呢，我针对它呢去做一个呢微分，就刚刚讲的一次微分、两次微分。所以呢，我先假设一次微分，把它叫做它的 v 好了。所以，哎，我上次有说过这个吧？有吗，五号先生？五号？这样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注意看注意看注意看，我隐藏好，先按完成哈，哎不行，完成了不行，行，我新增栏位了，你刚刚有看到吧？然后我现在针对距离做一次微分，等一下再针对距离出来的再做一次微分，等于一次微分两次微分 ，OK， 所以这里有度选择度量单位，我要自己呢 key in 公式，所以这里的创建右手边有看到哈。你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然后啊，我就创建了哦。然后呢，等于呢，一开始呢，借由距离我要求 v 嘛，哈，所以 v 等于谁嘞？来，这里特别组有一个叫导数，导数就是微分，好，就在求瞬间的斜率，哦，所以我就按下去了哦。然后它需要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给的就叫做针对于距离，然后呢，做时间的微分。所以我时间的微分呢，就是刚才的 t， 哎，这糟糕不见了，我是哪里用不见了？几句了，我刚还没输入完呢，糟糕的，重来 ，v 等于求距离做时间的微分，按完成，按确定。然后呢，有了速度，我再针对速度去做微分，所以呢，现在再去求它的微分等于它的第二个，所以就可以直接写 a 等于，一样这里的导数就指微分，然后呢，等于针对了刚才跑出来的 v， 然后它的时间去做微分。五号先生，你知道我在干嘛吗？五号在家吗？在。所以我先求 v 之后再求 a， 有感觉吧？有。然后呢，这个英文字呢，反正就微分，刚才在特别组那边的微分，然后要给这个二代表要给两个参数，所以呢，我第一个求那个 v 的话呢，是针对距离求微分，第二个 a 呢是针对 v 再求微分，有感觉吗？有。我按确定啊，为什么又不见了？哦，有。来，有没有看到我的 a 一样都是10，所以我刚才说理论跟实际啦，所以我刚刚就说你们如果理论的那个公式，我们先自己 key in 数字啦，啊，实际量不会那么漂亮嘛，所以我实际量的话呢，我就假装一下，哦，就是呢，刚阿达那个是实际的公式算出来，现在假装哦，量出来 4.5， 然后量测出来是 9， 量测出来是 4， 量测出来78，量测出来123。然后出来，1119，然后以此类推，看得出来了吗？五号先生，看得出啊。所以能不能借由这里知道你的 G 跟 A 的关系？懂意思了哈？没关系，回去你可以再自己思考一下。反正呢，这里的话都在这里。啊，我到时候因为现在已经5:03了，啊，我会把东西呢，到时候都存在着。哎，今天几号？几月几号？再改一下。